这两条鱼国内水族馆应该是没有的，今天终于让他们同框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rank， 这是一条非常少见的叉短带位，来自于海南。这只叉短带位你在网上都很难找到清晰的图片或者是视频，而这条叉短带位也是我朋友在海南渔船上收来的，同缸还有一只带位。这个带位我在去年已经收到过一只活体了，那是来自于东南亚的，而这只带位是产自我国海南的，没有想到海南也有这种鱼，非常的神奇。这条带位可以自由的前进或者是后退，就像海底的一根美丽的丝带一样。接下来就是喂食环节了，看看带位有多凶猛吧。喂了一点活的康虾，带位看着康虾以后唰一下直接就含入嘴中。带位看起来非常的萌啊，但是它其实是非常凶猛的掠食鱼类。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带位捕食时超强的游泳身法。当他选中猎物的时候，他会弓起自己的身体，然后迅速出击，一口把猎物吃入嘴中。可惜他身下这只叉短带位并没有开口的迹象，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。你看他的嘴又宽又大，通常他这个属的鱼啊是啃食鱼鳞鱼肉的，所以我估计他也不例外。我得找条鱼给他啃呢，不然得饿死。我们凑近放大看他这个嘴啊，特别的奇特，很宽大，两只大眼睛非常机警的转动着，也许在等待着猎物的靠近。所以所有的康虾都被这只带位吃完了，吃饱喝足，它展起了背鳍，是不是很好看呢？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儿，我是 Frank， 感谢大家收看。